市政勇士们携手环岛九天，历经风雨交加、跌跌撞撞的过程，最终圆梦。其实他们是一对本来就需要人家帮助的小马夫妻，反而用全身的全部的力量，包括生命去帮助跟他同样的人。如果我们有把这个力量推广到学校，那孩子知道，那鼓励孩子去做善事、做好事，他会整个社区改变。感人的故事，请勉大家要勇敢。观赏此影片，犹如生命教育的读书会，给大众满满的正能量。他们说了一句话：“我们什么都没有，就只有勇敢。”非常非常了不起。不管人生怎么去编剧，就是要勇敢，跌跌撞撞，跌倒爬起来，跌倒再爬起来。啊，很感动，很感动的一部公益电影，很感谢我们极乐寺，我们的同理心，我们对生命教育的热忱跟热爱，我们要学习更勇敢，再勇敢。谢谢极乐寺。佛光山极乐寺包场的公益电影活动意义非凡，住持师父勉励大众，尽管面对跌跌撞撞的人生，也要永不放弃，同时也要关注身障者需要的是同理心而非同情。透过这样的一个纪录片，让我们能够看到身障者他们的很多的这个不方便，但是我们用更需要提起一个同理心，那么来感受他们的一个需要，所以我想社会大众能够给他鼓励支持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感谢国际佛光会的爱心支持，让富有教育意义的优良励志片得以扩大宣扬。记者蔡小军，基隆报道。